好，今天我们学的这个新曲子，你今天有讲到，问到一个很好问题，它有一些符感会朝上，有些朝下，对不对？规则是什么？以第几线来看？记不记得？看第三线。好，第三线以下的，像这个第二线在它下面的音符，它的符感要朝上，然后第三线以上的音符符感要朝下啊。如果刚好在第三线呢，它可以朝下，也可以朝上。好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好，第二件事情呢是你要看它的音符，它有二分音符跟全音符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在弹二分音符的时候，你要唱二，然后这个曲子的节奏叫做短长短短长短，那一次。对，好，所以回去练的时候要一二三四 ，so re 二 si so re 二 si la re 二 do si 二三四，然后一样讲，这是第一句。好，因为你今天我们帮你分过了，也是四个小节一句，然后接下来弹第二句，跟第一句很像，三四 so re 二 si。So re 二 西要弄熟练，下一个 La re do la so 二三四，这是第二句，然后第三句会变化比较多。La re 二 do 西二 re 二 La re 二 do 西二三四，然后第四句呢又回到跟第哪一句一模一样。对，跟第二句一样，所以你把前面三句先练好，第四句就很简单了。这样记起来了吗？好 ，OK， 那我们今天到这边。